好，欢迎收看新期的视频。现在的电视越来越大，越来越薄，还变得柔软了。如果你觉得曲面电视已经够震撼，那今天给你介绍一款厚度1毫米还能卷起来的电视。虽然听起来很夸张，但是这可能就是电视的未来。这款电视最大55寸，厚度仅为1毫米，材质也很高档，是用有机发光二极管制成。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卷曲，更轻更薄，方便携带并且随时观看。因为非常薄，使用者甚至可以用磁铁将电视固定在墙上。电视的屏幕还有近1000万的像素，卷起来时不会影响其高清显示，并且卷起来时半径仅仅3厘米。从卷曲的电视中还可以看到屏幕正播放着城市摩天轮的夜景，还有其他的一些图像。当拿到这个电视时，就像拿了一张塑料海报在手中，它可以折叠，可以弯曲，就是不能撕裂。也许有人会问，能卷起来的电视有什么用呢？电力怎么提供呢？或许就是能够防止破碎，而且更加便携，可以放到包中带去任何地方。电视还装有专门的可卷曲电池，走到哪儿看到哪儿。或许不久之后，我们就能拿起一张屏幕来看新闻、玩游戏，不用的时候就将其卷起来放兜里。听起来是不是非常酷？以往只在科幻大片中出现的场景变成了现实，这让人惊艳的视觉效果是不是也让你打开了新世界呢？好了，这次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。如果喜欢，请多多点赞转发哦。